杰电时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《侠盗猎车手》。我们回到吹佛喽，没想到吹佛会打太极，好吧？那因为最近我买了那个 PC 版的 GTA， 所以都来玩那个 PC 版的那个线上。因为我觉得 PC 版的好像比较多人玩一点，所以就而且自制的地图感觉比较多，所以就是线上都会玩 PC 版的。那故事呢，我还是继续在 PS4 版的把它破完。那因为 PS4 最近它有更新了，所以它有那个 Rockstar 的编辑器，所以之后我们就也可以来。就是拍一下那个 GTA 的微电影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现在打这个什么奈吉的这个任务好了，因为离我们还蛮近的。我记得奈吉就是那个很爱偷窥名人隐私的那一对夫妇嘛，对不对？就特地跑来好卖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又找我们吹佛又要干嘛了呢？又要找我们帮他偷谁的东西呢？好不好？比较希望可以偷女明星的，好不好？OK， 不过感觉他那个太太就是比较喜欢男生的，好不好？那男生好像就有跟随着太太这样子哦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猴子满山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看看到底还要偷谁的，还蛮近的，200多公尺就到。我们上次就是有完成一个抢劫任务嘛，那我们还有那个梅丽威瑟任务还没抢，我们先把这些小任务解一解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就在前面而已，到了哎，佩罗，这真是个先进啊，嘿。对了，真的是他啊，奈吉又在偷窥谁了？躲在这个墙角处哦。怎样？你在这儿，假货！好卖物纪念品，拿玻璃。我们还有东西没交给他、哦。你老婆在哪里 ？Mrs. Sony， 啊？不是他老婆，有一个先生，还有两个小孩。好扯哦！不是炮友，好了，我相信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想让自己被大明星的车撞，是不是这样？想要 A 钱吗？那他随时可以来自己撞我车，对吗？我吹佛是大明星，好不好？来让我撞一下。最近哦，新闻蛮多那种，就是假车祸，有没有？有的人看到车子的，然后还在盲目的冲过去让他撞，有没有？真的是他个胖阿姨啊！可以抱我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好不好？被吹佛大明星抱的感觉也是不错的。我的髋关节不好，好了，爱吃维骨力。奈吉，你们一定不相信刚刚发生什么事。哎、欸，这个来了，说希尔，只有艾尔迪拿玻璃，他真的在走路，当然会走路啊，跟我们一样。他们真的疯了，他们。说来话长，认错人了吧？什么？我不是故意要挑起这场纷争的。我说跟踪这样也不行。什么情况下都有人的裤子可能会掉下来？哎呦，啊，有理了，有理了。以前曾经是粉丝，粉丝，我知道都是他的律师和经纪人害的，所以变得不亲切吗？只要我们能把他带到哪个隐秘的地方，你看，就像我知道的那个小车库 ，No problem， 交在我吹佛身上。哎呦，目标出现，疯子英国贱人，奈德，他记得我，你之前做过什么事？贾克，你也开车，看来我们要来一场追逐战了，好不好？来 ，Come on， Jack， 来吧，人家开悍马车、欸，哎，我们开这个房车，哎呦，统领轿车追艾尔迪拿玻璃，好吧，我们赶快追吧，拿玻璃，他家开披萨的嘛，拿玻璃披萨，好不好？披萨真的也蛮好吃的，不过我比较不喜欢吃夏威夷的哦，因为我觉得夏威夷都是凤梨，我比爱加红来。就在疯狂上，杂物间花了那么多晚上玩角色扮演，是在攻杀回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开车很难看下面那个，他在救世主一片的表现，表演一下艾尔迪，这真是他们中东人的战争，操他的他的。好了，这个不能乱讲，这真怪。可怜的贾克一定认我们疯，真的不是认为而已，你们真的疯了，好不好？只有疯了才会做这种奇怪的心境啊！我很高兴看到你开在正确的一边，当然了，我吹佛什么不会，最会开车了。我们要追这个悍马，哎呦，这么多小道可以开。对啊，不要担心好不好？比我第一次干这种绑架，再大的奸淫掳掠我都做过，好不好？我可是吹佛哎，抢银行哎，对不对？Okay, 好了，大家不要乱学，这个是十八禁的啊！我完全没有想过他可能吃寿司或灰米。什么叫灰米、啊？好，我们继续开去追。如果他想吸烟怎么办？吸烟的话就报警，好不好？他进入，哎呀，这死相吗？没有嘞，他怎么一直开停车场、啊，一直撞过去？要是我开停车场，我就要困在里面，因为太多那个转弯处了，我每次都卡在那个转弯的地方。哦，飞高速公路，哇塞，糟糕，被撞了，被撞了。我们赶快追到他！哎、欸，他开到对象哎、欸，逆向车道哎、
还好吧，我的射物线跳得超快，射物线是怎么跳啦？说起来说，你一定要这么粗俗吗？好吧，以前做的那些特技，你一定是习惯成自然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只是在机头飞车而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赶快追到他吧，太蛮会开的呢，我会追这种小巷道。继续追吧，精神错乱到这种程度令我印象深刻。我们是被警察追吗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他冲进医院呢、欸，穿过医院，好酷哦、喔！线上版就不能这样了，好吧？故事版才可以这样子。而且那台车把这些水泥都撞破，怎么可能车子没坏？太扯了！哦，我们从二楼飞下来是不是？惨了惨了，要毁了要毁了，车毁人亡。没事，车子超坚硬。欸，不过他们车底就没像超跑这样子做的那么随便，超跑的车底就是整个都平的，都没有东西。来了，他晕了，好机会，赶快把他追回来吧，护送到贵宾的后车厢吗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什么关在后面了、哦？这样子不是掳人勒索吗？哈，靠毛给我下来，拿破你给我下来，即使你这么壮，还是抵不过我吹风，是艾尔迪拿破里。天哪，他把他塞去哪里？小车库吗？啊，是要干嘛呢？你可以走了。他们到底还会再停留在这个3DS 多久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吹风还要替他们绑多少个明星呢？好不好？任务应该完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吗？任务完成，好，卖屋纪念品，拿玻璃。OK，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任务，还有一个小任务还没完成，我看一下，这有一个疯狂杀戮。那 H 那个是抢劫的那个梅伊威瑟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先来抢这个疯狂杀戮。我们之前又解决掉那个一个帮派嘛，也是疯狂杀戮。哎、欸，这车不能开了，可以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一直听到嘶的声音是哪里在漏气？这样，我们抢一台吧，抢一台过去那边好了，不然这个要走了要走很久，好吧？走吧，我们前往疯狂杀戮，看看就是哪个帮派要来毒杀嘞。到了到了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富堂车道，这里感觉也是有蛮多小混混在这边的、啊、来了，这里就两个啦，拿着枪欸，这是把好枪，冲杀匪。你在附近干嘛？我们要抢这个什么巴勒邦啊，巴勒邦专门在卖巴勒的，好不好？跟你讲话小心点啊，就是有这种人，好不好？就是都说走过去说看什么啊，看杀回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以为我是谁？我吹风，空手夺枪啊，来啊，在威啊，在讲啊，在呛啊，好不好？解决30个帮派成员，我们时间有两分钟，看到就杀嘞。哦，哇塞，肖想帮派拿 RPG， 哎、欸，我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该不会这样死了吧？吹风，该不会就这样死了吧？赶快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没事了，太厉害了，哦，继续杀、欸！他们都穿球衣呢，都穿湖人球衣呢，啊，继续杀啦，啊，继续打，吹风没在怕子弹的啦，看来几颗我都接得住，好吧，火云邪神，继续打，来、欸，真的呢，真的都不怕死呢，你看他们把生命奉献在这个帮派上，结果这样被一枪打一打就死掉了，人生就这样没了。有什么有关的笑话讲给我听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杀了15个了，还有15个，快点，再15个我们就完成了54个，继续杀，没了呢。好吧，我们躲在这里比较安全，不要乱跑出去，因为我们那个无敌状态快要没了。继续打，暴力状态，我才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来几个我就杀几个，而且他们都重叠在后面，只要杀了一个就可以杀一个，另一个在屋顶呢，怎么爬到屋顶的、啊？喵，有两个嘞，继续杀，有一台车来了。怎么这么有钱、啊、要混帮派也稍微有钱、啊、对不对？你们什么时候才要派一些真正的黑帮角色出来，对不对？嗯，陈浩南快点给我混出来，三鸡胶皮都一起来。这样感觉我是东西。不过那个陈浩南现在都没在演了啦，听说就是以前演太多，结果剧情已经演烂。兄弟，我只有一人。No， 再来。还有没有啊？我们现在29个嘞，再一个我们就完成任务了。OK。30个啊，剩下18秒，继续打。哎呦，又来啊、嗯，又来送死，继续打。OK， 每个都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们这些巴勒邦的娘炮，看我杀光你，一个打30几个、欸，哎，比叶问还要强，好不好？子弹不长眼。OK， 再继续。
哎、欸，差一点就破40个，好，还不错啦，我们完成了，杀了39个，疯狂杀戮，巴拉邦 ，OK 了，我们今天就完成这两个任务啦，下一集我们就准备要抢美丽威瑟的那个抢劫任务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出动！哎、欸，我恨你，帮我来搞你啊！